如果将重点放在颈部与肩部的交叉点肩颈穴上肌，会感觉有一股热气涌向头部，对防治颈椎病、变周炎、颈综合征偏头痛、失眠等也有很好的作用。注意扁颈穴左右各一个，操作者可用左手敲击右侧，右手敲击左侧。治疗颈椎病的方法有以下几种。穴位疗法，按肩贞穴，位置在肩关节后下方，关内收时腋后人头上寸。按摩方法，两手拇指部分别按揉对侧肩贞穴，有酸胀感位移，按摩50次。按揉列缺穴，位置在前臂桡侧缘，桡骨茎突上方，腕横纹上15寸，当肱桡肌与拇长展肌腱之间。按摩方法，用两手拇指指腹分别按揉对侧列缺穴，有酸胀感位移，按摩50次。按操尾中穴，位置位于人体的胆横纹中点，当股二头肌腱与半肌肌腱的中间。按摩疗法，一，用两手拇指端按压两侧尾中穴，力度以稍感酸痛位移，一压一松位一次，做50次。两手握空拳，用拳背有结尾的叩击尾中穴，做50次。二，按揉肩颈穴，位置位于肩上前指乳中大椎与肩峰端连线的中点，及乳头正上方与肩线交接处。按摩方法，用两手拇指指腹分别摘操按对侧肩颈穴，有酸肤感位移，按摩50次。颈椎病食疗方法，偏方一，芍葛汤，组成白芍30克，葛根20克，灵仙20克，白芷12克，秦椒12克，当归12克，川芎9克，细辛3克。偏方二，疏风养血汤，组成天麻10克，珍珠母30克，生白芍30克，生甘草15克，葛根12克，丹参20克，钩藤15克，银花藤20克，桑植10克，秦椒12克，姜蚕10克，片姜黄10克。用法，将以上食材用水煎煮，每日1剂，日服3次。微信 CHONGYI 03030303。